十多斤啊，不，十多斤啊，不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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还有两只手，单肩是我的，十六斤呢，十六斤呢，不，他在那把玻璃打烂了，是我，谁被打了？我呀。各位，我的江景套房，什么东西哦？我们先去丁哥那儿看一下。哦，哎呀，谁不是嘛？哎呀，他是江景，他真是那个江景。哇，那个好爽哦，真的。啊，喂，啊，我不走。Nice. 我不走了，我们今天就住这儿。真的爽。张震源，要不然我们都住这儿了吗？住不下。坐在沙发上，我可以睡地上，我可以睡沙发，我可以把你吊在外面。我木了，炫目了吗？木了。你们的房间都没看，哎，我们去看一下我们这个。干嘛呀？你们这么安静，哎，我们这儿，哎，其实也还两种感觉，我一直是。我来猜一下，试试，吓你一个。来了，黑人吗？黑人吗？干嘛？炫耀了一波，打击报复型。马哥，啊，真帅。马哥真帅啊！马哥好可爱呀、啊，拍出来。真爽啊！我跟马哥躺一张床。你看现在多激烈。干什么？我不是你们天使艾丽。这两个人没有一个能打得过我。我可以用说一个我的二分之一来帮你玩。把人揍他，我就让你们，我让你们只有一只。他好狂哦，我真的。我先让他一只手，你这之前让你是一只手，让你是左手，你都打不过他。你好羞啊，会儿我用脚来跟你投，我就夹住你。还让你两只手。这房间太早，衣服都没脱，你在我床上趴着，就趴着。还有你起来，江哥，我们要去下一个房间。走啊！你要想呢？快点啊！你 FBI， open your door。干嘛？我跟你打。干什么？不许动！干嘛呀？不许动！哎，吃多了吃饭啊！一会儿就吃。不知道，在你们房间吃，在你们房间吃吧。啊？为什么在我们房间吃啊？信哥说的。凭啥？是不是觉得我好欺负呀？莱文的卧蚕真好看。没有。要不要跟他争一下，你多少多重？啊，肯定很轻。来，体重大曝光，好吧？我好久没吃了。在哪儿啊？你今天吃的有点多，我感觉我都65，天哪，65衣服太重了，我长胖了。我来了，你今天吃了好多东西，来12，看我多胖。我来，你们都是弟弟。哎，刚才62呢。哇，你还比我多。你们都是弟弟。不行，那我再来一次。真胖，真我穿了鞋的，谁没穿鞋？谁没穿鞋呢？真胖，比我胖8斤。看一下马哥有没有过100？马哥有没有105？我不要，我也不想，我也不想。谢谢马哥，谢谢马哥。不要给马哥施加重量，让看马。哎，马哥过100了。走了。我是衣服太重了，好吧？手机太重了吗？手机就占了2斤。Oh my god， 这画面我不好拍呀、啊。嗨，我去拍严浩翔。他拍我，这不是说来就来吗 ？Give you。OK， 我们要不然上去了。拜拜，我们回去了。马嘉祺，你看这是什么马嘉祺？哦，马哥怎么办呀？怎么办呀？你看这是什么？马哥怎么办呀？怎么办呀？不知道该怎么办了，马哥。赶快帮我们办。我马上就弄了。咋了？马上。不是吧？还不是吧？不是吧？还真的有人会来抢帽子？这种低级的假文件吗？啊！我错了，大家都
周日戴了帽子，头发烫了点。对，周日周末平常好吧？我帽子戴的，我没戴帽子。随便抢，我戴卡了。好哥真惨。我们都是长袖。我们都是长袖。起床，对，叫他们去化妆。哦不，先做他。对，然后客服。好了，懂得自然懂。哦，你们好、哦。哎，没有想到啊。已经起床了。对。哎，我其实是带着一个任务来。你说，就是你们两个会选出一个优胜者，可以继续躺在这儿，另外一个要跟我上去。没任务，怎么选的？你自己定。有两步。一局二三局两胜。嗯，一局。好了。石头剪刀布，我就知道他会出石头，然后他以为我要出布，上衣服上面也可以是，那个，你衣服都换好了，我没弄完，我还要，我还没洗布呢，我也没洗布呢，那你，快点快点快点，不要，快点选一个，你输了你就要去，其实你还有一张。就是你去他们这里面，你说你是带着一个任务来的，就是你们两个其他那个上去做头发。我说你们两个才去。马哥呢？马哥呢？你要进洗澡。对。那个你们中间啊，等下我们来说带着一个任务啊，说你们中间要选一个朱峰中啊，马哥进去吧。我刚刚上去的时候，反正我是做完的，我袋儿全部都听到了。我去洗个头，洗个澡。那你们先上去，好吧？他们过去等你们啊。拜拜。哎三圈的表情管理真缺钱啊，什么玩意儿啊，你怎么一直在笑哥哥，可是有什么是这么好笑的，我你的脸这么好看，你真的是，然后张丽媛和郑丽媛直播间其他老师回房间休息风化，这样刚好
什么？你是干你干啥了？这个这样子啊，真的好帅！呀，妈呀！啊，你知道他怎么了吗？收走。哎，小亮刚是不是把鞋脱了？袜子也脱掉了。性感一点吗？性感一点。你干嘛？性感不是？性感不是这个性感？性感吗？性感吗？说吧，给个提示，韩国。哦，冷面。对呀，我最喜欢吃的食物，烤冷面。烤冷面不是，淘汰。不是烤冷面，你淘汰吧。不是，我嘴巴瓢了，但是我开始说的冷面，我只是后面。哎，好了，最后一道，那是不是得淘汰烤冷面？换一个，薯片。这是薯片啊，薯片可以。大葱蘸酱。我不喜欢。哎，这样子说出来了。你不是说我家人喜欢，我不喜欢。我只是有时候梦龙啊，这么聪明。那最好六块。啊，下一个苹果汁。啊，葡萄汁。糟了，没了。你要我是喜欢吃果冻，对不对？对。柠檬片。对。对。厉害！你叫啥呀？我怎么忘了 ？QQ 糖。对。喜欢吃西兰花，对不对？对。对呀、啊，我还喜欢吃酸奶，你懂吗？对。这个你应该喜欢，水煮肉片。水煮鱼。他喜欢吗？酸菜鱼。啊，酸菜鱼。酸菜鱼可以，但是你说的是什么？所以说没了。所以就完蛋了。脑血旺。哦。毛肚，乌鸡肋片，哎，蒜蓉粉丝。哦，对他刚刚问我这个的时候，我就应该。口水鸡。蒜蓉茄子。哎，哦、对，烧烤的那个，对，是。想起来一个，番茄茄子。我这20-30天的外面是跟你白吃了，看得出来。现在吃上了。臭豆腐。你看别人丁哥，随便就来一个正确答案好吗？说过了吗？臭豆腐，臭豆腐说过了吗？没错呀、啊。这样，不，丁哥说过了，说了，他说的。哎呦，我发现马哥淘汰了好吗？凉皮。哎，哦对，忘了凉皮。嗨，你真。哎。不紧张有啥可紧张，你就走个路而已，对啊，感觉心情还挺好的，还行吧，挺好的。今天太阳挺好的，就是外面风有点大。我是套房，可以看到江景，就看外面的，哇，好好看。我觉得你特别像那个烟囱，对，下面那过的往的船只，有大的有小的，挺好的，而且都是那种旧旧的感觉，就感觉。跟后面他后面也在修楼、那个就是一样的色调，感觉还挺好看。拍了吗？没拍，回去我用眼睛记录下来了啊。그미소는좀너무한것같아애태우도여유가넘쳐숨이막혀배지예예안돼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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稍微等一下。
你们干嘛？我都还没。又打到我了，我也被打到了。被你打到了，那个不。快去！什么玩意儿？等一下吧，此刻给他不。打到谁了？打错了吧？没有没有没有。温柔一点。